我觉得这确实是有可能，所以我来说是为数不多，或者是到一定程度是这个一次比赛了，所以我也首先还是挺感慨能够有这样比赛在北京举办，所以自己无论是当时带着小孩来，还是自己想要在这参加，我觉得都跟在北京比赛有很大这种关系。我觉得还在思考的一个阶段啊，可能自己也经历了过无数比赛，其实一直也在在考虑自己接下来会走怎样的路，但是确实从大满贯落户到北京，自己就想象过自己如果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会不会来参加这次这个大满贯，如果参加奥运会，自己我想争取能够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当时想着带家人来能够体验一次在北京举办比赛，我也确实把这有可能当成最后的这种国际赛事了。